当地震结束之后，你再去把门打开，再慢慢往楼下走。但地震的时候不能够跑，每个建筑里面楼梯是最脆弱的。当你跑进楼梯，楼梯可能会有拉扯或断的状态这样。所以东兴大楼有民众夹断或夹死在楼梯里，所以地震同时不要贸然跑进楼梯。好，先做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